近日，青兰在社交平台更新了一组写真大片，这一条亮片的斜肩礼裙衬得她优雅又大方，配上披肩的中分长发多了几分温柔的气息，不得不给秦岚点一个大大的赞。精致小巧的耳饰恰到好处的起到了点缀作用，却又不会抢了秦岚的风头。随后秦岚更换了姿势，静静的依靠在了窗台旁边，这个时候才看清楚裙子的全貌。这条裙子给人第一印象就是金龟子配色，入目绿油油的，格外的清新，裙摆和腰间细细的褶皱也给造型带来了十分丰富的层次。没想到在秦岚的演绎之下，这一条金龟子礼裙居然凹出了高级感，而秦岚望向镜头的眼神实在是太魅惑，让人难以招架。秦岚站在了一片花墙前，随意的凹着造型，要是有后期能够给她披双翅膀的话，那就更像一个花精灵了，灵动而秀美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